因为今天我感冒了，给他传染的，他好了倒变我。现在英国这种天气就是突然间很冷，突然间又很热，就是英国的夏天。哎，等他妈妈回来买点药给我，看他今天就去哪里，好不好，妹妹？哇，我的眼睛你看发红了，睡一觉等下去买一颗药先，走吧。妈妈最近上两个星期的星期六才能休息一天，所以这个星期呢她只有一天休息，一天半，所以非常累。我们今天呢就去买药吃雪糕， OK， 走起。这个天气你看刚刚才很好的，刚刚回来还不错吧，天气好。现在所以说这样搞成我感冒的原因，还有小孩子感冒，就赖英国的天气吧，真的是时好时坏。我要买那个药一定要去问别人的，如果不问那个服务人员的话呢，医生呢，他不会给你的。I just want to buy the day and night. Okay, I'll get the pharmacist to sort that because I'm not health trained, so. 天公不作美啊，走过来五分钟就马上下雨了，赶快去雪糕店吧，走走走。现在慢慢都变成做美食节目了，每一周吃一个餐厅。我也不是很想做美食节目，但是因为我家的小子非常喜欢吃雪糕，他要吃遍整个 Bristol 的雪糕店。今天我们带来一个就是比较就是雪糕店吧，这里。这个雪糕店呢，就是就只有雪糕吃，还有甜品，它没有任何的什么蛋糕啊之类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就是雪糕。这雪糕店还蛮受欢迎的呢，以前它开张的时候好像开过到凌晨两点至三点都有人来吃的，真的是我觉得英国人吃雪糕的地步也是很强啊，两三点都来吃的。因为他妈妈去点菜了，我们等一下。我们叫 ice cream，ice cream。你姐知道这里是 ice cream， 他吃 ice cream， 他会说 ice cream， 他发不出那个音声的。ice cream。你能吃完吗？要不要睡啊，爸爸？哇，来，我给你。我觉得你很牛啊，你能吃完，你这个老汉。怎么样？
什么？好吃。好吃。其实还没吃到呢。这个是什么？白巧克力。白巧克力。那它这个是什么？它下面那个一个一个饼是什么？什么鬼来的？啊？这是饼来的吗？对啊。哦。哇塞，那这里面夹着应该有巧克力吧？没有。啊？哦，这我不知道。这个巧克力酱在外面。就说实话了哈，要给我的话，我是什么？哦 ，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Lovely. Thank you. Do you want milk, guys? You want milk? No, it's okay. Do you wait to come to us? Thank you. 刚好有茶，要不我真的腻的腻死了，真的是。我们来到了那个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小 market 吧，这个 market 它要钱的，10磅一个大人。哦 shit， 走吧，就是进去消费还要给钱，真的我是不是很愿意给，我觉得消费了还要给钱，下次再来吧。药，这个药刚才买的非常好，可以介绍给大家，又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感冒了，一颗早上一颗晚上，马上好。开玩笑开玩笑，因人而异了，但是我吃这个药是比较好的。现在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妈妈帮他们洗澡，我休息一下，因为我真的不舒服。妈妈辛苦了哈。嗯。拜拜。好 ，say 拜拜。哎呀，你拿这个车，这个车。哎呀，这个发电的不可以摔到水里面玩的，傻蛋啊！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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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要关去。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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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哇，这个质量还不错嘛，哈！好了，好了，好了，拜拜。